没事，他很扛，他很扛，他仇恨做很足的，马趴马趴。没事没事。哪一种？新的啊。打了都打了。哎，你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怎样啦？这什么都要等你，那我就不用做了。哎，我说你是我好朋友，你也有问题了。没有，我感觉到你那个一丝的暴力之气含在里面。暴力之气，你国文造纸很好。靠！哎，你真的是学富五车哎。Shut the fuck up！土地公叫我看下面，他的面是下是吃的那个面是怎样？那是正确的。看下面，看下面的、啊。你残叶没有装？我骷髅残叶没装，骷髅装残。哦哟，看到了，你把他全班推荐的。哦，你好雷哦。啊，一二十九。哎、欸，找痕迹，找痕迹。旁边有狼。背后。哦，雷狼龙吗？哎呀，他是不是在学魔物猎人啊？哇，魔物猎人真的好，哎，连闪的方式都一样。口爆口爆 ！Apple，Apple， 跳跳跳跳跳！哎呀，盘缠绝世，吃超魔物猎人啊，太像了，这个运镜。我还躺在地上，谁救我？安躺着，你躺着看电影啊、喔？你躺在地上看电影啊、喔？安宇呢？收手，收手，收手，收手。为什么小二这么会玩这个、啊？哎，鸟齿哦，你是狗吧？白痴，让我赢快点！替换对方卡牌，换你一个雷主。不是哦，怎样？不要赢你他妈的！我雷主刚就有加到分哦，我乱按的。再来一局快点！啦，什么东西一直叮叮叮，很讨厌的声音。哎，有些人赛就是只赛一局啊。你是一直 always 赛。我这个这边配对配的多苦恼啊！这个游戏不能挂。跟你讲，天庸城配古剑，古剑分级就是我们主角的剑啊。嘣！对啊，这个人有玩过。我这张牌打下去，带你认识一下三代的主角有哪些人。嗯。东东，那浪东东赢吗？东东看一下精华，东东看一下给小乐的影片，他也是这样对我的。好了好了，真的让你赢了。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这张打下去，你可能会出事。好了啦。你是狗吧？再跟你玩。哎，好像有点怪怪的哎、欸。我真的是乱出哦。哈哈，飞到他前面给他打，哈哈，弄弄先生，到了，还能碰得到几十？白痴哦，接受不了，幸福的，我快笑死。冷静，闪，闪三下，哈哈，我们大喵喵回魔，大喵喵，大喵喵，大喵。加油！哦耶！哦，哎，你们的排名会算到那个吗？隐藏王？啊，你直接跳下去哦！阿宇，你最近好像都不是很愿意跟我一起玩。毒药，你现在发现？呜、哦！干，最好都要排名。有心结，从高中开始就这样。哎，真的，真的，看。妈的，从高中就这样，从高中就这样，现在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很，他不会，他就是这种放荡不羁的风流男子，操你的，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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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百人斩，好猛哦！我操！我操！哎，我排到一个路人队伍，他们的名字是阿福、阿梅、阿伯、阿静、阿高、阿囧、阿达。他们一群人，叫一些吃瓜群众来看你。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啥子？嘿，我出来了，你们排到了吗？再等一个路人两到三分钟。你要狠下心来让他拜拜。让我们踢他，我们踢他。他说回来了，然后你说太慢了，你跟他说个太慢的。自己人啊，自己人好不好？直接踢了，来不及了。我可以切他。这个队只能有一个疯子。来不及。他用跑的、欸。他不知道可以用跳，他还有拿石头。我发跟制造台来一局。抽中笑点，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不是啊，他上面就写说，如果等待时间过久，可以跟制造台来一局。红中死定了，红中。打子墨来，来我控他，第一个控。哎、欸，我们是打完了吗？打完了，打完了。来、第二个控，漂亮。来交给你们，我跑。嘿嘿，随我。哎、欸，追不到。兄弟还可以吗？打广告。中弹。解控了是不是？宰晕。我很正式，不要脸。啊 ，OK 的。啊！台湾题，这样断麦。说我每天打普通五，断麦断，普通五连。你别打普通麦到底是怎样？说我每天打普通。他妈的，你是在开玩笑吧？你是故意的吧？你是故意的吧？你是故意的吧？到底在干嘛？陆三小，看你脸。你要不要直接接后面那一句？你是狗！你不要讲前面那几个字，你直接讲普通五连后面那一句话。五连，你打五连啊？怎样？他是故意的。你他妈是装的！他绝对是故意的。我已经把东西。在那边装死哥。就今天六点开始那个限时免费游玩。今天开始洗澡不用下线了。今天开始吗？可是你是泡澡，好悲啊！可是你是泡澡，今天是二期了吧？可是你是泡澡，可是你是泡澡，可是泡澡。靠近猪 ，DPS 也不要动 ，DPS 也不要都不要动，好，靠近猪猪，结束 ，Nice。Hey. 辛苦了，辛苦了，恭喜！有什么期待？哥，你骑着，靠！哥，你不骑。干娘啊！哎，王怎么不见了？人呢？我靠腰撑按照制度我了断总队长又一千了、我好像真的没读到我看到怎么可以比我还废啊我也一直在那边听一直听我看一下他伤害组成伏虎龙卷干嘛你是把等下你把枪收起来再降龙十八掌是不是感谢一二三的牺牲。哎、欸，来来，打开打开打开！我们去跑四。不要他妈打他用力，把他打死！啊！我怎么没事？我先把他的位挂了。你的声音真好听，小哥哥。啊？对，就是你。啊，我的吗？是的。好，谢谢。你们的声音也很好听。对。不太好吧？这样。这里是不是有点太激了？我要拍口罩。妈的！
你不要一直蹭口罩、啊。你整天在排口罩，你不要戴就好了啊。对啊。我在家自主隔离。对啊，你干嘛要戴口罩？对啊。哎、欸，自主隔离有多爽，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子怡从早上就一直跟说，哎、欸，我报礼拜三，他妈讲一个小时，啊，就真的很爽了，有什么办法？那真的很爽。然后你没当过兵，你他妈对呀、啊，他妈没当兵的这边逼逼，妈的短口呆。拜拜是我抢的、哦，你真巧。白凤丫要不要留？是吧？ちゃんとしたに妹ついてますね。今日はこんなに。白凤丫要留吗？白凤丫问阿玉啊。来，请说。樱桃鸭，樱桃鸭，樱桃鸭。白凤丫要不要留啊？白凤，白凤丫。我干、哦，超短的，我竟然钓到了，我跟果一样。人气有点扣。你爆毙了！我们的坦怎么爆了、啊？坦爆！我刚刚安玉是变猴子，安玉又要来闪了。我不是很相信你的闪运。现在到我的了，我的闪。来，嘿，二，可怜了、啊。